错。你在学家。哦。认养可以。很多人只在乎你飞得高不高，但有一个人却一直只在乎你飞得累不累。老李，你终于看到我的倔强了。嗯。没错，那个人就是很爱我们的妈妈。其实啊，创业这些年我是一直忙于工作，其实很少真正去停下来去体验妈妈这些年的辛苦。你看我现在也是三个娃的爸爸，然后我的妈妈每天还一直就来到公司操劳各种公司的后勤事务，并且还把三个娃娃带得很好，还很疼爱三个娃娃。我的妈妈真的是很伟大，特别全天下的妈妈都很伟大。直到有一天看到妈妈在做家务的时候，才忽然发现妈妈手上居然一件首饰都没有。而我本身又是做翡翠的，服务了那么多人，却没有看到身边最亲的人，心里忽然有点堵。所以妈妈的爱就是这样的无私。今天我决定给妈妈做一个戒指，因为女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年龄都需要惊喜。来，孙女，就是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蛋面本身代表的就是圆润，越简单的东西往往情意就越重。因为我了解我的妈妈，太过于贵重的东西她反而会觉得我赚钱不容易，又给她乱花钱。老李，你拿过来了。好好好，我来干姐姐了。来，哎呀，也是哇，好同学们，好，来好了，然后来光。